这只鸟在这树上呢，我给它搞点桑果去。这边有一棵桑树，先给它搞一个，看它吃还是不吃，吃的话再给它弄。啊，它要掉了，浪费掉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的，啊，又掉了。搞得我一手，哈、啊，看这个颜色特别鲜艳。来下来，在上面叫呢，快点，看它吃不吃。下来，走近一点，来，下来。没有咽下去，还在嘴巴里呢。看他干嘛？是藏起来还是吃掉？又想藏。这家伙看来是不饿。看他藏在哪里？哟，盖起来了。又扒过来了，哇！他还挖点土，搞点草，埋起来了。给这家伙真聪明，吃饱了，然后给他的食物，他就埋起来，和狗一样。他又在扒他的食物，因为。这边他已经在这边活动好几天了，很多食物他找到食物吃不下，他就会埋起来。这边地上都是他埋的食物，我们来过来扒一下，看他埋在哪里的。刚刚好像就埋在这里的。哦，在这里呢，给它盖上。他又在那边检查他的食物有没有被别人给扒走。那下面都有他的食物。看来他是饿不到了，存了好多粮。在野外生存过的鸟，果然他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，生存能力特别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